方于日前才宣布自己和超偶出身的林立豪分手，两年的感情已经告吹，之前甜蜜的照片也从 IG 全部删光光。而最近他上网路节目宣传个人演唱会时，首度公开自己其实是双性恋。 So what's your type? I like both. I've never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on camera,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I like guys and girls, 因为我觉得 it's the same.陈芳宇大方出柜的态度也在网上引起讨论，有网友就翻出，其实陈芳宇之前在李子婷的直播中就有公开坦诚自己曾经在纽约交往过两任女友，当时他也表示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粉丝也爆料，陈芳宇的家人对此相当赞成，非常支持女儿的性向。而他也曾在2016年参加过台湾的同志大游行，这次认了真实心声，所属公司也回应，拼命人不排斥任何爱情，强调性别平等，感谢大家的关心。网友也大赞，超级喜欢他做自己的态度。